来看，哎，光谷快来看，快来看，有人。哎，有人怕什么？有鬼。妈，还敢跑啊？妈，你看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我来看看。哪里人啊？哪里人啊？好，大惊小怪，说是一物接不住，原来是个和尚。阿弥陀佛。我观这位公子气宇轩昂，慧根颇深，倒是个可度之才。请问师父来自何方啊？贫僧来自北山密印寺。北山密印，听闻北山禅宗以戒为师，敢问师父这何为戒？公子认为何为戒呀？世间的佛理我已参透，醉卧红尘不戒为戒，不知师父以为如何？这戒就是戒，不戒就是不戒，公子何以来的不戒为戒呀？你这和尚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家公子一表人才，而且是饱读诗书，精通佛法，你怎么能够说他不懂呢？姐妹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就是。那你看我像不像一尊佛？我们家公子气宇轩昂，一表人才，真像一尊佛。佛家有云，我即是佛，佛即是我。哎呀，这个和尚难道没有听说过我心即佛，佛即是我心的道理吗？那公子觉得何为佛性呢？佛性，请问师父以为如何？这佛性是常，而公子之性是无常。那和尚不如说我根本没有佛性吗？没有。佛说众生皆有佛性，为何你说独我没有？因公子你不是众生。不是众生，难道我是佛？公子你也不是佛。我非众生，我即是我。这个和尚说话自相矛盾，恐怕连什么是佛性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哎，公子不得心头清净，纵使汗牛冲动，穷金好手，终不过是魔说而已。清净，师父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玉妖，我未明白，你却先我明白了。公子可还记得那首曲子？曲子，你且道来。
界，唯心而生净土。师父，您说我说的对吗？难得难得，难得这位女施主能在这花红柳绿之间悟出一个清净，佛性不浅啊。多谢师父。清净，心净，以清净而法起身。哎呀，绿妖，你非但是我的家友，实乃我师啊，请受一拜。公子，不敢如此。要不是公子，绿妖哪知道修身先修其心的道理。绿妖，你过谦了，是公子不如你呀、啊。想你柔弱女子尚知修身必先修其心的道理，我一堂堂七尺男儿却为世俗名利所扰，还谈什么参佛礼法，惭愧惭愧。公子既然已经悟道，何不脱掉枷锁求个心境？师父，小生以为若在这清净之后加一个良字，岂不更为合适？哦，清凉，对，清凉快哉。在小僧之上，不敢。师父，小生想这就是寻那清凉之地。公子你只需谨记，无论何时何地 你都有朋友。多谢师父。施主，这是是非非，缘来缘去，哪得尽头啊？我和刚才那位公子是来世的知己，而你们却是今世知音呐、啊！